Thank you.
祥如意，平安财气，要祝福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事事顺利呀、啊！再次的给他们掌声。旧港区来我们的一到十号的码头，而且呢，我们就一直努力在推动文创产业，赋予了我们旧港区的新样貌。而这次呢，特别跟我们的携程欢乐节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我们高雄岛的七号码头，而且是我们的第一次创新的引进了欧美主题嘉年华，就是 Jazz Carnival， 让大家不用去欧洲就可以感受到欧洲嘉年的华奔华丽。再次的给我们的祥师掌声鼓励。人家说呢，黄色代表喜气，也就希望借由我们祥师今天呢，在我们所有观众群当中的围绕，不仅是带来吉祥，带来如意，带来大家拍手的平安财气，也祝福我们的 Jazz 嘉年华从今天，而且从21号开始，带给我们全国的民众朋友欢乐、喜气以及财气。哎，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祥师呢？也为大家呢，待会儿要即将献上了我们非常具有喜气的礼物哦。哎，现在呢，祥师非常逗趣的在跟我们现场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同欢哦，也希望呢，把我们这个温馨非常吉祥的喜气跟现场所有的大朋友以及小朋友来分享，小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的祥师一起来打招呼哦。而且呢，我们祥师呢一直从我们的舞台上一直舞到我们的观众区里面，也就是希望帮我们把这个吉祥的喜气带给全部的民众，那么民众呢再把现场的气氛带回家，一传十，十传百，请大家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的 Jazz 嘉年华从这个礼拜六，也就是12月21号开始，一直维持100天哦。哎，小朋友非常的开心哈、哦，那么我们的祥师呢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呢把这个喜气呢感染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而且现场的朋友们就是我们 Jazz 嘉年华最佳的代言人。希望把这项好消息可以带回去高雄，而且我们的高雄市民一定也有很多外县市的朋友，从21号开始不要忘记了，一定又要到我们的高雄地区来。我们再次的给我们的祥师掌声鼓励，不怕不怕，我好听哦。现在两只祥师正在台上培养默契，因为呢，他们等一下即将要把他们觉得带来最吉祥、最宝贵的物品，等一下就要献给我们全场在座的长官以及嘉宾。
有默契，因为呢他们也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话要告诉现场的朋友们，但是呢用什么样的动作表现出来呢？哎呀，我们掌声，我们特别谢谢我们的祥师，献给了我们的代理市长，我们的萝卜代表好彩头掌声，那么我们的凤梨代表嗡嗡来送给了我们的董事长，特别借由大家热情的掌声，也特别谢谢我们的祥师，特别也待会呢有准备了我们的吉祥话语要送给大家，不过这个时候呢特别祝福现场的朋友们，借由我们的凤梨跟我们的萝卜喝彩头嗡嗡来啊，今天得当开张开戏啊，从今天开始每一年都是这么的顺利，我们也谢谢辛苦的媒体记者朋友们。好，我们也特别有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哎，刚才我们捕捉我们的画面，好，特别谢谢。就是明年的灯会、跨年晚会，以及这个全亚洲第一个装置艺术“爱和爱之金”，大概15公尺那么高的一个装置艺术，会在爱河也会出现，所以有非常多一连串的活动，很有意思，欢迎大家来这个欢乐一下。好 ，OK， 谢谢。